老板，你找我什么事？我们公司新一季度的工作又要开始了。为了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我们决定推行新的工作制度。明天就要召开表决大会，对新制度进行投票。投票的员工代表我也挑好了。除了宋雨琦还在隔离之外，剩下六个人，你要通知他们明天准时到场。另外，新制度的内容你也看一下。老板，根据我们公司的规定，新的制度必须要员工代表投票同意之后才能实施，万一他们不同意怎么办呀？这几个人你还不了解吗？让他们投同意票有什么难的？老板，您英明啊。欢迎浩哥，欢迎。今天大家都是我们文化有限公司的员工，你们各自的工龄其实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五年多，八年多吧，十年左右，十三年，十七年，那可能是第一天。对，因为一般我都是当老板的，所以就是不打工。这个员工需要进行业务培训。提高素质。可以。那车哥，你的工龄是退休返聘。我实际工龄确实有点长，32年。这么多？32。童星。那我也是童星啊，我7岁我就拍教育电视了。那你也没30多年啊。我应该60。97年到现在吧，24年。那该退休了呀。30的还干着呢。接下来我们的坤员工，他最近一段时间有了新的工作成果，我们请他给我们来分享一下。谢。最近就是做一张新的专辑。谢。还在这样打歌的。早知道我昨天晚上连夜出一首。这啥玩意儿？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鬼啊？空的。这是心中有歌是吧？你的新专辑是个谜耶。你留下迷人我去猜，笑出真心来。坤员工给大家卖了个关子，因为新的专辑要上线，然后我们也预祝新专辑大卖，大家都喜欢。谢谢。你要这么说的话，我那个新电影的电影票也大家先收一下啊。马上就要上映了啊，希望大家在影院多多支持啊。你为什么收我的专辑啊？你为什么收我的专辑？你把我的专辑在那儿，专辑就是电影票。来，记得包场啊，非常的包场。这可以。欢迎大家来到珠海。啊。对，欢迎大家来到。嗨，这有点，我一下能理解他把我念错的。老板才是真正体现了文化有限这四个字。对，跟我们的公司非常匹配。哦，文化有限。有限，对。你，我才反应过来，是文化有限。我的天哪，这梗埋得太深了。欢迎大家来到珠海。作为首批经济特区，40年来，珠海为五湖四海的年轻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奋斗舞台，被称为青春之城、活力之都。
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是粤澳合作框架协议下首个落地的项目，是澳门推动中医药产业化和国际化的重要载体。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开始我们公司的今天的重要的议题表决大会。今天请大家来到这里，就是因为我们公司决定推行一项全新的工作制度，来提高我们公司的竞争力。这个制度呢，需要大家来进行投票。每一项决议，在座的十个人当中，只要有六个人投同意票，那我们这些制度就会通过。当然我们公司是非常人性化的管理，非常尊重大家的意见，通过与不通过都尊重大家的选择。我觉得咱们是不是稍微团结一点，对吧？作为新员工来说啊，对，这可以，这可以。我也觉得是，除非是那种特别不好的要求，对吧？我觉得还是可以反对的。这个公司还是挺人性化的，至少我觉得大家开始的时候还是先团结一点。我先问一下老板，我们今天这个表态是不是也代表了我们对公司的一种工作态度？那当然，对。我觉得晨哥，你这个智商不太行，但是情商很高，对吧？对，没错，我也这么觉得。这样可以吧？有没有点太假了？就你的演技而言，相当的惊艳。呀，总裁，老板。我们今天是这个我们这一季节目的第一次录制，所以专门把你召来，等一下还有一位成员跟你一起来，有俩卧底是吧？请进。请坐。这是你们今天的秘密任务，在投票大会的过程当中游说其他成员让他们投同意票。其他五项我觉得都比较容易，但有一项特别难，就是第六条，要推迟下班时间，延长工作时间。啊，启用弹性工作时间，增加工作的时长，肯定有人不愿意嘛。就是你们等一会儿要想办法让大家投同一票，任务只能成功不予失败。如果等一下能顺利完成这些任务，你们会获得一个很好的奖励。行，我就尽量唱一唱反调。然后中间再变过来，对吧？试图让大家认为我是被你说服了，陈哥很聪明，明白了，老板，拥护，千万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不要被下人发现。先听听吧，先听听内容，看看制度啊，看看制度。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对我们公司马上要实行的这个新制度进行表决。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投票表决的第一项工作制度，增加晋升渠道，选拔团队领导。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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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这还不同意？对呀、啊，工作就是要择优录取，对吧？对待工作勤奋、努力和有创新的员工，对，一定要适度提拔，对，是不是？就是任何团队得有个主心骨，是吧？有一个带头人，当然了，这这可以，没问题。请投票，同意。第一项制度全票通过啊！哎、恭喜 ，Yes。刘凯真的听懂了吗？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项制度啊，加强对员工的业务培训，进一步提高员工素质。没毛病，没毛病，同意。这个挑不出什么毛病，是吧？这个确实是啊，咱们这都有限了，文化有限了，咱们应该提高一下素质，应该要提高，增加一下培训。对，我感觉是个坑啊，会不会跟后面的游戏有关系？你说的也有道理，对不对？他后面让我们做什么加强的那些体能训练什么的，我们都同意了呀。但是这个不同意也有点说不过去吧？是是，咋不想提高素质？感觉是，觉得你素质够了。怎么这么久、啊？还是要得低调一点，对，提高素质。我怀疑跟后面的游戏有关。请投票，同意。前两项已经顺利通过，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项制度，创造舒适工作环境，提供休息的座椅。好啊，这个好啊，这肯定同意，这个是我们的福利，是不是？同意，这个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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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这个再不同意，那就不识抬举了。同意，同意，同意，同意。第三条制度也全票通过啊。但我想再加两字，提供可以休息的按摩座椅。提升提升。哎，等一下，是哪种按摩？这种就算了。这种
样就不用了。接下来我们看第四条制度啊，增设优秀员工的荣誉，组建优秀团队。哎，这个好，这个好，同意，同意，同意，这肯定要这样子做，哎，是不是？你们都是收了好处费了吧？怎么什么都同意？我们主要是初来乍到，也不敢说啊。我努力的在找毛病，但是确实想不到不同意的理由，你知道吗？对。还有老板说什么都要同意嘛，就是本来就这样，是吧？同意，我同意，哎，我同意。老板好，老板最厉害，耶！同意，我同意，哎，我同意。老板同意。太可爱了。你是不是拿提成了？没有，我刚刚说了嘛。你坐在这儿一晚上都是提，一早上都是同意。哎呀，好久不见，太久不见！因为你们两个是我们公司当中最直爽、最无害、最单纯的。哦，说你傻呢，跟你一样的。所以等一下你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努力让所有人对我们这六项制度表示没有异议。其他几项我觉得比较容易，但有一项特别难，就是第六条，推迟下班时间，延长工作时间，想办法。让大家投同一票。如果今天能顺利完成这项任务，我们会给两位一个非常好的奖励。好的，老板，谢谢老板。同意，我同意，哎，我同意，老板同意。啊，有一个人反对，为什么？哎，你反对？我觉得这样不好，因为这样它容易引起勾心斗角，不择手段。对。复杂了，复杂了，想多了，想多了。是啊，我告诉你，想多了。没事，毕竟我们文化有限。对，我们文化有限。我们是只要六个人投同意，我们这个制度就实施，所以有一票反对也无效，这项制度依然是通过啊。漂亮。啊，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五条制度，进一步提高个人绩效，增加秘密任务。这个是属于我们节目录制当中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时不时的会给我们的成员发布一些秘密，让他独自完成一些事情。如果大家同意，我们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也会努力去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就算了吧。这些秘密任务，那给谁呢？这本身就是不是一个公平的一个。那给了他不给他，那对于他来说就不公平。那你给每个人一个秘密任务才是公平的。我发现咱们公司最稳的一位员工是浩哥，太稳了。因为素质在这放着。哦。看秦昊这个路子，应该是咱公司法务。法务、财务加人事全是他负责了，你知道吗？相当稳，人才。那大家就自己看着投票吧，好吧。等一下，我说最后一句啊。那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因为我们是帮了这个文化有限公司嘛。那文化有限公司，那我们把自己就是提高这个什么什么，然后就可以了嘛。啊，你这一句讲了什么？什么什么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我真是好的，我真是好的，请投票。浩哥反对，子琪反对，坡是弃权是吧？对，我这个弃权的，还有一个弃权呢。凯哥反对，因为过了六票，所以这项制度还是通过了啊。接下来是我们最后一项制度，是启用弹性工作时间制，增加工作时长，推迟下班时间。其中有一条，我觉得会比较为难，就第六条。要推迟下班时间，延长工作时间，这个事情可能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肯定会唱反调的。所以等一下你们要游说其他成员。这什么意思？我听不懂。你要启用弹性工作时间，如果我早完成，我不是应该早收工吗？这里的弹性制主要指的是延长，延长。那当然得反对。为什么一定要加班呢？
我感觉是个坑啊。弹性，不，我是这么理解啊，我觉得这个弹性啊是根据每个人具体的情况延长。比方说三点多，哎呀，家里没人接孩子了，然后你请个半个小时假，你回去接孩子，人家公司是允许的，对吧？你再回来，下班时间晚个40分钟，哎，说给人点时间，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哪怕给人50分钟的，人公司这么人性，咱也得愿意啊，对不对？没有，这个是你过于理想化了，我们这里说的是增加工作时长。总感觉咱们俩不是独立的个体。老板，等你呢。等我。之所以把两位叫来呢，是因为你们两位是我们公司当中最有魅力的员工。关键是，是吗？对呀。这个夸奖有点，这个夸奖有点。关键是我还得靠你们。等一会儿要进行一次新制度的投票表决大会，前5项可能比较容易，对，但有一项特别难，就是第6条。这个事情可能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肯定会唱反调。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游说其他成员，让他们投同意票。我们两个完成了这个秘密任务，当下就立马给两位一个即时奖励。这种情况下应该先反抗，对，就是说先跟大家一样，很不愿意的那种感觉。可以。那我跟着你啊，你起个头，我就跟着你附和。好，可以。忠于内心啊，忠于内心啊，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对我们来讲尤为的重要。但是我还是不愿意加班。观看更多节目内容，大家忠于内心啊，忠于内心啊。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这个社会环境啊，给到我们这些年轻人，尤其是像我这样第一天打工的这样的创业者，太大的压力了。我们需要有除了工作以外的自己的生活。你这样子其实会让我们的这个精神状态非常的紧绷。对对对，同意。我爱我的工作。哎，漂亮。我爱我的工作，为了升职加薪，我同意。你太虚伪了。但是我还是不愿意加班。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对我们来讲尤为的重要。你加班，你身体吃得消吗？推迟一点点下班时间，我认为还是可以。我可以在我有限的时间里去完成我的个人价值啊！这份工作是我喜欢的，所以我愿意把生命的时间分给这份工作。还是得顾及身体。我们跟公司的关系就是唇亡齿寒，对吧？你说呢，老沙？没毛病，没毛病。这个确实挑不出什么毛病，对，我也这么觉得。那我没工作，我还得延长坐在 office 干嘛呢？对，应该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你要加，可以，得钱也得加。要。哦，就条件在后面，这加班费是合理。对，我也这么觉得。加不加，老板？钱可以考虑。哎，钱可以考虑。钱可以考虑，好嘞。钱可以考虑，同意。钱可以考虑，同意。内心是反对的。嗯。那千万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不要被小孩发现。凯哥，其实反对还是会通过的。那不能同意，不同意。不行。那就3个人嘛。7票同意，3票反对，超过6票，所以这项制度依然是通过。看着，一会儿全是坑。好，这项制度我们就会在今天正式实施，你看看，什么意思？今天就晚下班了。那我们三个不用啊。那通过了呀。那他们通过他们的啊？没有，这是表决大会，一旦通过，所有人都要遵循这个规则。文化有限呐，你们是文化有限呐。你这员工都是按智商招的是吗？首先我们就要实施的是第6条，启用弹性工作时间制，增加工作时长，推迟下班时间。不行，这个公司坑大家的。
我凭什么要加班？不行不行，无法接受。就是因为刚刚在投票的过程当中，大家针对这条制度表达了非常强烈的加班意愿。哎，同意，我同意，老板好，老板最厉害，耶！为我升职加薪，我同意，同意，全力考虑，同意。我们跟公司的关系就是唇亡齿寒，没毛病，没毛病。大家既然这么想加班，所以我们把它作为一种奖励呈现给大家。在今天所有的任务当中，只有获胜的成员才能加班。这什么怪机制，怪逻辑，好惨啊。如果在任务当中没有获胜的成员，必须准时下班，没有资格加班。哎，那太好了。哎呀，我很想输。我也想获胜，可是实力不允许啊。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要和大家公布一下，就是刚才有成员很好地完成了第一项任务，这也对应了我们刚才制度的第五条，进一步提高个人，也增加个人秘密任务。而且和六位成员很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真的是秘密任务。不是，我先问一下，为什么一上来就有六位执行了秘密任务？有这么多人吗？你肯定有秘密任务，你也只能说服大家。我觉得沙溢肯定有秘密任务。我有啥任务啊？你这个太明显了。所以这公司不行不行，都还没通过，你为什么已经给秘密任务了呢？因为我们文化有限。我们有六位已经很好的完成了，我们也说过完成之后给大家奖励，所以我们决定六个人每个人获得加班一小时的奖励。你们踩坑了。现在有请工作人员给六位送上你们的奖励，有请。这么快就揭晓了吗？太可怜了，这六个人，这哪六个人这么遭的罪啊？太，这个太遭罪了，太可怕了！谁要完成这个任务？谁要完成这种任务？太弱智了，这个任务太弱了。好像是你啊！一点面子都不给！真是我吗？你这个太明显了，你这个有一些东西是你这个明显的有点出乎意料。哎呀，你们这狼狈为奸的，你们这是真没想到你们是这样的人。哎哎，你说别人，快看你怎么回事？说别人，就你，哎，你卧底都写脸上了，你知道吗？哎，你在演，你还最后攻什么反对？不是说好的秘密任务吗？对，这个秘密任务呢，就是为了让大家完成这六项制度。因为我们刚才第六项这个制度，我们觉得实施起来比较困难，所以以这种布置秘密任务的方式，让你们帮我们通过这条制度。多么的悲哀！你们六个一定觉得很不爽吗？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公司真正的名字，请大家揭开后面的英文，下面有我们的中文名字。开心无限，开心无限啊，黑心啊，黑心无限，黑心无限，你敢不敢写呀？我们金超公司，我们进了贼船。这意思就是要我们合伙帮你呗，帮你把这个黑公司开下去呗。别说破嘛，我们公司是文化公司。那接下来想要获得更多的加班机会，就要努力获胜才能得到加班这项荣誉。谁的奖杯越多，就可以获得越久的加班时间。拿到奖杯的人后不后悔一个小时加班？骗I'm in demand, I'm in command. I got the whole wide world in my hand.
哥哥，你觉得我们要继续做这个任务吗？什么任务？就是等一下要配合老板的要求吗？刚才不都拆穿我们了吗？一进门我就穿帮了。我说，哎，老板来了。哎，这老板也来了。老板在这儿。老板来挺早的。完，你进来你也穿帮了。哎，老板。哎 ，hello， 老板好。还是最傻的。对呀、啊，一点没错。欢迎大家来到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哇哦！是这儿吗？快快快，不能晒黑了！妈呀，我又得晒黑了。根据我们今天早上通过的制度当中的第三条，要为大家创造舒适的工作环境，因此我们在这项任务当中为大家提供了非常舒适的座椅。接下来的任务，允许大家一直坐在椅子上。啊，这么舒服了？好，好，好。我跟你说，从这一刻开始，我绝对不会起来。我是不会站起来的。但是，大家发现你们椅子上有一个计时器。一分钟啊。这把椅子上的计时器会记录大家坐在椅子上的时间，从你们坐上的那一刻开始，到这一项任务结束，我们会奖励坐在椅子上时间最少的四名员工。你不早说，奖励一小时的加班时间，一小时的加班时间。那赶紧坐。经过上一轮，我决定了，怎么舒服怎么来。最少的奖励啊，最少的前四名。意思就是说你要一直待在椅子上。快快拿透明胶带给我绑上。哎呀，牛！哎呀呀！我们现在就可以带上自己的椅子进入我们的办公室。我说这怎么带轮子呢？就是给你准备好了，让你老了以后你就这样。你是考虑过我矮的人的感受吗？我得垫着腿。今天才是名副其实的邓紫棋。走吧走吧走吧。哎呀妈呀，这小腿都挺利索呀。这怎么走啊？这个好快乐。这以前都坐过轮椅啊。哇，哎呀，这个好啊，这个好啊。哎，腿长就是这样。这环节真的是为你设计的。你要耍帅啊。刚才有一个人跟我说，我老的时候会变成这样，他现在就已经变成这样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办公室摸鱼大赛。等一下，我们十人会分成两组，带着大家各自的椅子来进行移动，在三个摸鱼任务点完成对应的任务。第一项任务就是找出图片不合理地方，把它圈出来，系统会自动显示对还是错。这是一道智力题。第二项任务就是把积木垒起来。这是什么？按摩贴。哇，电机。这个太难了。这个真的有电吗？这个太吓人了。我不想玩了。第三个是让大家睡觉的，但是只能把头露出来。你有想过我这种矮的人吗？那个被子比我长这么多，我转过去我的头都给盖住了。这个环节不是竞速接力赛，我们就比的是你坐在椅子上的时间。离开椅子它才会停，你坐上椅子它就是走的。时间越短的人才能加班。选四个人是不是？你问这个干嘛，浩哥？你还不是坐在那儿唱歌？这才是真正的摸鱼。浩哥这心想坐着把钱挣了。那我们按照分组，第一组你们先来。找出里面不合理地方，把它圈出来。不合理。都挺合理的呀，这有什么不合理的？这个符正过来了，不合理。哪里？啊？没有啊，符不是啊，符不是啊。哎，不对啊，我知道啥不合理了。合理的。你看那小姑娘是不是生气了？人家都在笑呢，看到没？哦，这哪里？你别看我呢，你不行，这什么？这是这个花了啊？这什么？这是一个著名画家的自画像。啊！我要瞎了！我天哪，他们是一样的。哦，就旁边有眉毛，比较大。没有，那上面有眉毛。里边有个李晨。里边有没有眉毛的李晨吗？这是什么呀？一看就看得出来，你看。
有个李晨，有个李晨。哦，耶，对了，啦啦啦啦啦，妈咪，啦啦啦啦，妈咪，啦啦，拜拜，啦啦啦啦啦啦，就得上楼吧。你跑得挺快啊，跑得快没有用，比的是在椅子上的时间。刚说过了，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在哪儿来着？这是干嘛的？搭积木。好，来吧。来吧。不行，我怕电。你开了吗？现在开。怎么打？横着打。哦哦哦哦！可以了，哎哎哎哎！啊啊啊啊啊啊啊！不行不行不行！啊不行，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哎，你看那几个垫的，这太吓人了！啊，不行，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啊，不行，真的不行，真的，我是真的不行。不是不是，哎，不是不是，这个，你看白鹿的手抖的呀！哇，白鹿这么勇敢，白鹿是真的。姐姐姐姐姐姐，你等我一会儿，缓一会儿。你给我点时间，你给我点时间，啊！你给我点时间，别抖了。不是，它有一个间隙，趁着那个间隙可以停一下。呜！啊！我在干嘛？2000 years later。哎呀，他俩能赢啊！哎，他们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咱们就坐着看。对。看清楚再上电话。对。哎，我感觉这两个人的速度我们能睡一觉，我们先睡一下。我以为我没看到啊，他看不到。没有，你们俩可能不太知道李晨有什么特点。嗯，就是他的眉毛是没有的，李晨本来是没有眉毛的人。看到了吗？看到了吗？看到了吗？看到了，好哥，快！好哥可以在这里坐一下午。眉毛你知道是啥不？你要不知道眉毛，咱这事儿就整不明白了。哎，他走了。我的天哪，我的天哪，这行了吗？ What？ 然后去哪儿？进来。哎，啊，好累啊。啊，我们公司真的不容易，你知道吗？哪儿啊？在哪儿啊？下楼。还要下楼？不，在那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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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房间，那个房间。下去。那个房间。骗我！你想骗我？在那个房间。什么？怎么回事？一日夫妻百日恩。哎呀！现在骗我吗？咱家傻儿子没来，今天。快点，快点。开始了。哎呦我去！啊，好抖啊！你慢慢的。啊子琪的口水都溅出来了，太大力了！他不是只是站而已，他是让我抽筋吗？听得太短了，我口水都流出来了。妈妈，
飞，好了。哇，我的妈！哇，超级抖是不是？没有，他有一个节奏的，你掌握一下他的节奏。我掌握不了。哇哇，这爽！不好意思，各位，我要休息一下。请问这是我们喜临门深睡充能床垫吗？哎，喜临门提出人生需要睡8张床垫，职场阶段就需要1张喜临门深睡充能床垫。我来感受一下啊。好痛啊！算吗？不行。凯哥是只盖住了头，别的一点都没盖住。我来了，我这个手残选手来了。哦哦哦哦哦！耶耶！是这屋里吗？是，结束了。哦。哎呀！这太难了。不用急，坐一会儿，主要是看这时间。凯哥 ，OK， 好。哎呦我去！我等等子琪，他那边被电的已经快出不来了。可以了，可以了。挣钱不易。Hello。好，要怎么样？我跟你说，你别整太高，要低一点，别太快。OK 了 ，OK 了 ，Yes。这个也是个高手啊，能把背一点都没盖身上，还扔脚上。你干什么？差得很远，快速速度！出不来我就算我挨了。你们弄的那么长的被子，他把他椅子撑掉了，整个枕头都是我的口。太快了！好，可以了，我可以了，可以，我可以。不错不错，拜拜。喂，我凳子呢？凳子给你了。哎，回来了，回来了，哎哎，回来了，回来了。最能坐的人把椅子坐坏了。哎，那我这个算什么呀？坐烂呢！别看，好笑。你为了不加班，把椅子都坐穿了。坏了，你都不起了。敬业，敬业，敬业。你直接改成躺椅了，你这是。秦昊，你终于出点话了，不容易，真不容易，都怕你汗腺堵了，你知道吗？刚才的五位可以分享一下心得给后面的五位。不要分享心得，这种就像你的人生，你得自己体验。上升到这么高的高度。接下来我们请第二组开始你们的摸鱼任务。成哥，你在后头干嘛？我总觉得很吓人。我要监督你们，哥哥，我怕你们耍赖。你不要在后头，不要做这种无谓的举动了，好吗？行了行了，你腿长我知道了。妈呀，开始了。我真的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你这电脑咋还拿走了呢？没说不能拿电脑呀。这小子，开始了，开始了。我先看你这个算吗，老板？完我再过去。我为啥要让你看我的？你自己刚才一块马，一块马，这是什么？沙哥，你要，你做你自己的，你俩不能看。你我先看着吧，我上那儿标去。别闹。嘿，这个我。哎。
小心啊，这压着。哎。过分，还好我们跟大雅是一组的，太蠢了，对，多蠢呢！哪有啥不合理、啊？看车，我感觉都合理啊，非常合理、啊。我觉得我也是。这哪里啊？找不合理的，是不是？图是我们林蔗糖添加的 MC 新品 AMX， 我是瞎吗？为什么我看不到一个不一样的？林蔗糖也好喝的 AMX 酸奶，这我一眼就看出来了，那咱客户吗？老客户了，木西吗 ？OK 了吗？啊，你都答完了？哎，我凳子去哪儿了？导演呐，我凳子哪儿去了？我都答完了，我凳子呢？自己找。你臭不要脸的，你快点，我都答完了，快点，臭不要脸，臭不要脸的，你也不嫌热，我把这门给锁了。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这个门禁卡哪有啊？我感觉这凳子必须得背在身上，要不就没了。我这个太考眼力了吧？哪儿啊？这是大家来找茬呀、啊。哦，我看到了，哪里？真的假的？你看中间那一排有什么地方不对了？是 A 吗？我看到了。哪儿啊？哎，我看到了，在这。哎，对了，我也对了。怎么这么快呢？我怎么第一个还没出来呢？我直接画一大圈得了。这样也不行。哎，求救！你看看哪有个话筒？对。麦，太夸张了！我来帮你啊！你看我们这个团结友爱的精神，就这样发扬下去。不急，其实不急。对，安慕希，这个太好了，就是这个。来，慢慢来啊！都打完了啊！啊，上楼了，我要上去啊！哎，这个又掉了，导演。凯哥，你过来给我安，你给我弄丢了。来，给安上，来，我来帮你。好了，准备了啊！不要太厉害啊！哇！啊！你试一下有多么的啊！哇哇！什么？啊啊！不是！来吧！什么鬼？不是吧？就说吧，让你们在意身体，小小年纪，你看看这抖的，就不好好在意自己的身体。这真的是用嘴叼比较简单，真的。是竖着对吧？喂，这个太短了。我坐上来，我看看沙哥。啊，现在开始吗？开始了啊。啊。干嘛？啊！你不死心。
个只能等那个间隙。间隙，对，中间会停一下。我来了，可以吗？太疼了。Oh my god！ 怎么会这么难？这太搞笑了，这个。哎，哎，谢谢。哎呀，他会有时间的啊！你看，得得得得，楼就没了。最后一个是最能搞定。你搞定了吗？搞定了。很痛吗？对。OK。又一个。好了，我走了，我先走了。OK 了吗？哎，可以，又差一个。哎。可以，来了。很吓人吗？哇哇！救命啊！啊！谁在控制他？这个简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救命！好痛好痛。谢谢。啊，我只是控制力好一点，但是你不可以这样。啊，好过分啊！啊，我这什么鬼？还带什么鬼？还带 ？Sorry。你太过分了，你起来，你起来，你起来，他怎么可能？你起一会儿，一个沙袋子。其实这个呢，很简单，你看啊，你看，你看着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的，可以的啊！最后的考验到来了。嗨，小卢。这个有点难啊，大家。这个，看看。这啥意思？他要反着钻进去。对。哇，他很聪明。那你这个有点难，从前面走的话。来看你怎么玩的，小。哇塞，他会飘。求你了，求你了！这我的腰腹真不错。对吗？蔡徐坤成功，我成功了。他这个钻被窝一定会被做成表情包，就是那种什么终于下班了，可以睡觉了，人生获得了巅峰啊什么的。有没有没有要告诉我的吗？你先试试后面，如果后面不行，你试试前面。Baby 也学那个。疼吗？我想问。我想一想，怎么那么难？啊，我可以吗 ？Lucas， OK， 我 OK 了。哎呀，谢谢你们。喂 ，OK， 可以成功。盖上了吗？成功。盖上了，成功了。我来了，我来了。哎呀，哎呀。行嘞，就没露头，别都露了，肚子也露了。不行，肩膀露了。我就喜欢露着肩膀睡觉。表情包达人。你要表情包了，新的我觉得。终于回家了。太好笑了。你们多少秒？43、41。我38、41。
你们多少啊？44。我44。哦，45了，我完蛋了，我41，救命啊！走呀，宝贝，走。走不了。这个不是，这个不是重量啊，是他们计时的。是那边有人在记的。然后你们谁也没说，对不对？你们就看我的。哎，这可以，这可以，成功 ，OK， 即刻。你是一个好人，我完事了。好，你们走吧，再见啊。你快点。我又怕我完成之后椅子又找不着了。我们是这样的人吗？是，都是这样。这个画面太心酸了，怎么对我的？给一条生路，给一条生路。回去了。我试这个。你往前抛，因为你一抬空，它就往后头来。你往前抛，哎，对对对。这我进不去啊。就是一个 wave 钻进去，一个 wave 钻进去。导演，要不你们就这样放过他了？你看他的汗都已经在那个枕头上了吗？沙溢成功，成功，走，走。现在停止计时，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时间。看，哎，看椅子都被拿走了，还哎，沙溢，我还坐那么长时间，对啊，这么长时间啊？我是提拔的快，对对，不是他那个上面。这个手抖的那个，他坐着坐了，我这么斜着坐着，这样就这样弄的。你是在家手抖的频率也是这样是吧？习惯了。你忘了他那次在那个抖穿针引线的时候就是。根据大家的完成情况，坐在椅子上时间比较短的四位成员，你们可以每人赢得一小时的加班时间，令我们非常羡慕。恭喜四位。我都站起来鼓掌了，看看。同样，如果想要加班，就要继续努力了。好的。为什么要加班？我就喜欢加班啊，开心啊！珠海大剧院，珠海大剧院是珠海城市文化旅游新地标，它的造型非常独特，灵感来源于珠三角特有的贝类日月贝。好热情啊，这里的人！哇哦！这啥玩意儿啊？董事长啊，董事长，什么东西？董事长，董事长啊，天勇，老板的青睐。看题目回答问题，每道题有五个选择，每选择对应不同的赛道和旗子，回答正确的成员会受到老板的青睐。青睐是什么？加班吗？大家看，这里有五颗老板的头，抢对了会受到老板的青睐，把你推下去，享受一个海绵 SPA。 啊，这个还是算奖励啊？啊，那就是要抢错的。他们什么都是反的，你都没发现吗？所以抢对了你就倒下去。可以，这个可以。来，请来组高，每一组受到老板青睐次数越多的前两名可以奖励一个小时的加班时间。就推出去越多就加班越久是吧？说明回答的越好老板越欣赏你。对，好的。请第一组成员就位。活动，你们女孩站中间吧。好，谢谢。已经开始热身了是吧？小猎豹已经开始热身了。年纪大了，老猎豹不热身不行，身体扛不住。你待会儿告诉我哪个不能抢行吗？行。
请看第一题。老板发信息对你说最近辛苦了，以下回复比较得体的是，我喜欢闭眼，不辛苦，命苦，不辛苦，命苦可以。绿色的是不能抢。D 和 E， D 和 E， 别听他的，他是坏人。你敢跟老板说你知道就好。哦，对， E 也是对的呀。请准备。提醒大家，如果不想被推下去，就抢错误答案。那我应该选哪个颜色？哥，你不可以拿两个，完了。你们俩再见了，你们俩，你俩都一样，你俩都一样，完了。你不说你要告诉我吗？我被他抢了。好可惜。哎，李晨，你知道你这属于你卡通人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叫卡通人吗？就脑袋卡住了，想不通。还有后面的机会呢。不是，那你也不能拿俩呀。对呀。你选两个都砸手里了。那我算什么？我没有抢到。你选一个，你在他手上选一个呗。你选个红的吧。谢谢领导肯定，肯定我辛苦呀。一有可能还能过关。绅士，是吧？来吧。现在我们来公布答案。啊！我好害怕，我可不可以自己下去啊？三、二、一。啊！好恐怖！啊！哇！哇塞！啊！哥，你轻一点！哎呦，我操！我有病！啊！啊！你轻一点！啊！啊！啊！再恭喜他们取得了领导的青睐。领导的青睐。恭喜恭喜！靠你靠不住啊，哥哥。接下来第二题，请出题。针对职场人调查，员工有多少钱的存款才敢裸辞？啊？这个真不知道。这得因人而异啊。C 和 E 吧，我觉得。裸辞是什么意思啊？不好意思，你看懂题了吗？可以。E。无所谓，有底气。对，我抢那个就行了。等一下，哥哥，哪个不能抢啊？你告诉我。请准备。你才抢了这么多个。怎么这样子？你没有用，你那仨都得下去，我告诉你。你这样吧，你把黄色给我吧，好吧？一百万，一百万，你们是不是怎么？十万，这个应该是对的吧？选对的是下去，对呀、啊，要选错的，明白了吗？所以我们都选错的答案，只有你在选对的答案。不是，我得有一百万啊！对呀、啊，所以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呀、啊。但是老板肯定不想要这一百，不想给这一百万。他不该是说有多少存款，他才有底气说我兜里一百万，我就给你辞了。他就说我兜里一万块钱，我就跟你说辞职了。是员工要告诉老板，你得给我一百万。不是给一百万，是他本身有多少？是你自己有多少存款，你才敢辞职？对啊，完了！晨哥不愧是我们文化有限公司的好员工，不用选错了，可以，哥哥，好员工啊，好员工。
呢，这儿呢。好，来，100万是这个，你别替他下去了。那我们就让我们揭晓结果吧。公布答案。啊，我们好惨，每次都是捡人家剩下的，我要是还下去，我就难过死啊，特别吓人。我那么讨厌吗？有点爽，陈哥，你是上瘾了是吧？陈哥，你真的很喜欢老板的青睐，对，他又喜欢加班。好了，兄弟们，太好了，这是根据多少人调查出来的结果？基本上是100位。100位啊！100位。请看第三题。以下名字中是沙溢儿子名字的是？哎呀，这个我可知道。最后这个是干什么？蔡徐坤，沙溢的儿子姓蔡啊。哥哥哪个对啊？我告诉你，E肯定对，E肯定对啊。前四个那就看你们自己悟性了啊。哥哥哪个对啊？你赶紧去抢个红的，肯定就不用了。就抢红的吧，别聊了。请准备。叫沙俊良吗？你孩子，你一会儿又公布了。沙溢哥，你儿子不可能跟我就差俩字儿吧？我为了你，我改回来。反正我觉得你不至于给你儿子起个脖子吧。你认为你是错的啊？对呀、啊。那你就错了。我选的肯定是对的，对吧？我没对啊，你对了。杀死爹呀！等一下，这什么情况？这个题有问题。我觉得一样有问题。这不对的。这肯定不对。要不然咱们去看一下户口本，好吧？西里爹也算爹呀。我这便宜给占大了。慌慌慌。最后一题，目前这一组已经有一位成员晋级了，就是陈哥啊。恭喜。调查显示，基层员工离职最大的原因是什么？没有升职空间。收入不重要。我觉得加班太多和与领导之间关系不融洽。我觉得是 C。对，哥，你不要不做声儿，你给我分析分析行吗？咱俩都是新来的。我分析，我觉得都对啊，这个。还有什么可抢的呢？像我这种已经获得老板青睐的人。哎，吴丹，我觉得我这个好危险啊！我这是不是很危险，哥哥？你这最不危险。对，因为基层员工你来的时候已经知道多少钱了嘛。对吧？基层员工已经知道了。对啊。你还因为收入吗？没有升职空间。我觉得你问题不大，我觉得D有很大可能。基层他还是希望能够升嘛，是吧？我真的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是我都乱拿了。现在我们来公布答案。我觉得应该是我。一点啊！我觉得我这个怎么冲那么快啊？别是我，赶紧！吓死我了！别是我，收入真的是收入，基层员工没想这么多，就想收入。这项调查显示，这是最主要的原因。我不玩了。
金花吧。我超级厉害，一题都没有答到。因为他没有听懂。恭喜 Lucas 全部选错。耶、yes! ！那这是该高兴呢，还是不该高兴呢？我也不知道。恭喜两位。恭喜啊！恭喜恭喜！接下来第二组成员就位，我们得站在最中间，对，最好的最好抢，转一点点。请看第一题。2021年最受大学生啊大学毕业生欢迎的行业，文化传媒。我觉得互联网应该是最喜欢的。我觉得这几个行业都很好。有可能是教育培训，好多出来都到教育培训。很可能会是 C 啊，我觉得反而文化传媒安全吗？文化传媒肯定是安全的，相信我。文化传媒肯定是安全的，相信相信。安全是说不选不喜欢，嗯，这是 A 和 C， 我觉得互联网教育金融比较有可能。A 可以互联网 ，B 和 C，A 一定不要碰，我觉得应该是 IT。教育应该挺多的，别选 B 和 D， 抢 A 就行啊。懵吧懵吧。算了，不知道了，听天由命吧。听天由命吧。好，请准备。哎，我们站到起跑线上，朋友们。都玩赖了，现在都玩赖。你们太赖了，这些人。请准备。等一下，我刚才最不想 B， 我怎么选了 B？ 这个怎么算呢？这个算 baby， 你手里不是已经有一根了吗？我刚才想着不要拿 B， 不要拿 B， 结果我上去拿了 B。那你那是活该呀！我真希望多一点这样的人啊！有人想换吗？我跟你说，有胆识。好，然后你们就一起下去。我觉得你们俩都要下去，绝对是 B。那我们公布正确答案。呀！慢点，慢点哈！慢点，哥们！慢点，慢点哈！慢点，哥们！慢点！慢点！慢点！我被吓了。回来，我给吓下去了。哎呀，哎呀，富贵险中求啊！离婚了，敢出汗的回来呀、啊？为什么？哎呀，这一题受到老板青睐的是凯哥，恭喜！什么是最热门的？教育，不是互联网吗？掌门一对一，你知道吗？这时候啊，就得找掌门一对一定制一位老师，针对性辅导一下。咱们这水平都需要一人定制一个专属老师。接下来，请看第二题。我哪张图是吉克隽逸 ？A 是他的鼻子。啊！这个图也。这样。我也要给你们参加了，参加了。隽逸，你站这儿。你站这儿，耳朵不是耳朵，耳朵不黑。哎，耳朵是啊，有耳洞啊，额头也看不出来呀、啊，额头。你猜，我告诉你们，别说你们，我自己都不知道。肯定不是下巴，他下巴有颗痣。C 肯定不是，我觉得一 D 和 E 好像不太像啊。我觉得前面三个都有点像。来，你们看呀，看呀，看好了。看好了，我知道了，来吧，知道了，来吧。好了，沙溢又下去了。我告诉你们，
叉哥肯定下去，你们俩都 OK 的。不可能是 A， 不可能 ，B， 不是 C， 好，我们现在集合军医，这有颗痣，这没有。那我们公布正确答案。不可能是额头。哎哎哎！别别别，慢点慢点，不是我。慢点慢点，不是我，不。他有颗痣，那个下巴没有。就说哪个是他嘛？你选对了呀 ，A 是他呀。哎呀妈呀，对，妈呀，我选对了，糊涂了。我又被吓下来了，我每次都被吓下来。哎哎哎！我给吓下去了。我又被吓下来，我每次都被吓下来，真的很吓人。我都知道我不会下去，我都怕了，真的，真的很吓人。他这个脸吧，我那么讨厌吗？蛮特别。给大家揭晓一下，其他的分别是谁？还是我的吗？哎，导演，你这样我可就……这里边王宝强算白的了，好歹你也给几个女生啊！不是，你也不用跟他们太认真，他都给我认了个新的爹了。每次可以集齐这几个，让他们现场比一比，肤色谁更深。接下来是这一组的最后一题。白领中最常见的不良生活习惯是熬夜啊，那肯定是 D 啊，全部都是啊，都是不好，都是不良的，只不过是哪个更不好。那你那抽烟喝酒也不比熬夜强啊，就是更多人会怎么样做？常见的不良生活习惯，那就是 D 啊，就是 D， 肯定不要选，因为熬夜里面包括了很多东西。把这个留给郑凯，把这个留给郑凯，啊，现在都分好了。啊，就按顺序拿呗。你就抓周吧，抓着哪个是哪个。直接爆音了！直接爆音了！这可是你们自己选的啊，可不要赖我啊！我很期待这一把。但是白领不应该熬夜，他早上上班啊。白领人家都早睡早起。对，白领不一定熬夜呀。为什么你现在才说？现在换还来得及啊，应该是 B 和 C。不会吧？那我们现在来公布正确答案。又来了！慢点啊！慢点！别过来！你要是我，太怪了，这家伙！弟啊，弟啊，真是熬夜啊！没有撞他。熬夜啊！你咋没撞他？他没过来呀！你咋在上面呢？他没过来呀！哎，再来一次呗，没撞下去。啊，我们重推一次吧。还要重推一次？你让我用什么心态来面对这个镜头？哎，我们这样特别酷的看着他好吗？来呀！肯定不是我。你怎么又下来了？又下去了？这都已经知道结果了，你还下来啊？你这还有陪跳的？我告诉你，我真的站在那边很自信，但是他很快。补镜头都补得这么真实，是不是？他很快呀！我看出来了，子琪很喜欢这个海绵 SPA。这一集受到老板青睐的是凯哥，恭喜！
所以在这一项任务当中，陈哥、吉克、沙哥和凯哥每人可以获得一小时的加班奖励，恭喜！谢谢老板，在我艰苦努力下三个小时的加班。同时还有两位成员在这个任务当中一道题都没有答对，这两位成员是 Lucas 坤，一道题都没有答对。开除啊！这不是厉害吗？不开除，但是老板为了鼓励他们能够更好的去完成工作，决定让这两位成员成为领导候选人。哇塞，我们这个公司好不了了，我告诉你。他们一道题都没有答对，还要当领导？哎，这个怎么说？这公司要完。这是好事还是不好啊？是好的，是好的，因为我们都对了。是厉害的人才可以这样子的，是不是？是的，说明你们对规则理解得非常透彻，所有的选择都是正确的。是厉害的，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从两位候选人当中来选出一位领导，加班到最后。啊？加班到最后。我们。漂亮。这也太过分了。不是，为什么没有领导啊？为什么有领导？是因为你们早上制度投票你们都通过了，增加晋升渠道，让成员可以成为领导，选拔团队领导。同意，同意，同意，全票通过啊！这肯定要这样子做。没有异议，没有异议。反正我们也不是候选。没有，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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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专门为两位准备了就职典礼，我们在就职典礼上会宣布谁可以成为领导，然后其他成员我们先稍事休息。好呀，好呀。好呀，哎，你好。两位请跟我过来。哦，好。突然间。哎，我们两个是已经定下来是领导了还是？等坤儿跟我过来。我先走了。对，你先跟我过来。那我就先走了啊。先走了，领导。你这搞得很神秘啊。就职典礼就在里面，哇塞，这么神秘。撸领导，怎么感觉有点傻傻的？不行，好，我是黄领导。Lucas， 请在这里稍等一下，老板一会儿见你。哦，好。这么神秘，唱歌是不是？来吧，是不是要唱歌了？蔡徐坤，蔡徐坤，请坐好。表现很好。培养的目标，但是很不巧，黄旭熙也来了，两个人选不好，谁会成为公司的领导？谁会成为公司的领导？转盘开始。哇，这是什么？喂，慢一点。喂，这样高啊，高什么？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来给大家发布一下规则啊，其实今天他们两个不知道，是由你们来决定他们两个人谁会成为领导，大家可以通过电视来看他们的就职典礼，根据电视里的指令我们来转动转盘，最后指针落到谁，谁就会成为领导。转盘开始。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卢卡斯，这到底什么意思？喜欢，太好了。
这是什么意思啊？原来你在这儿啊。那我们恭喜一下坤儿成为了我们这个环节的领导，恭喜！谢谢领导，谢谢领导。我要把你们都开除。谢谢杨老板。我们现在根据今天的所有的任务，大家要加班的时间也已经出来了。接下来十个人会分成两组 ，Baby、坤儿和吉克君以及沙哥，你们四个人要前往金山软件园，伪装成智能 AI 海豹，给喜欢我们节目的公司员工送上惊喜和祝福。另外的成员去珠海中心大厦和喜欢我们节目的职工一起录制职场放松操。然后白鹿是不用加班的，但是你也可以过去，就是看着他们加班。这是加班的惩罚，你可以选择下班。感觉这个不是好事情啊！但是你此时选择下班，剧组是没有车的，得自己走回酒店。我努了这一天，一个奖杯没有，我图啥？没有，因为你名字叫白鹿，所以你白鹿了。那今天我们通过虚构的公司设定，用一个非常荒诞的方式来给大家表现了这个加班的话题。其实现在很多的公司和企业越来越注重保护员工的身心健康，努力创造舒适的工作环境，规范工作制度，让员工除了有快工作还能有慢生活。当然在很多特殊的时候加班在所难免，但无论何时都不能以透支健康作为加班的代价。同时也想对职场上的年轻人说，在工作中要尽可能的提高工作效率，调整作息时间，以积极饱满的状态努力工作，好好生活，做一个当仁不让的好青年。大雨中我也在等候。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根据各自的加班时间去完成自己的加班任务。搞得这么神秘的，没人看见我，安全。可以脱掉伪装了，是不是？你们需要通过海报机和路过的员工进行互动。我们要伪装成屏幕里的电子海报，尽量的静着，不能动。不能动是吗？我们俩切出来到你们，你们就不能动。哦，我们在这儿是吧？对。跟着 baby 去旅行。这其实就是一个跟他互动的一个过程，是一个给惊喜的方式，逗他好玩呗。他们真的不知道吗？他们现在是不知道的。真的假的？然后呢？正在为你解锁旅行目的地，请稍后。不愧是广告女王啊，太专业了，说来就来。你没有告诉我你想去旅行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呢？不是这个吗？人家问了一下你去哪，要我们去哪？去哪旅游？日本。这是智能 AI 吗？嗯。那我们就去日本的北海道滑雪吧。我们要跟你做这个动作吗？请告诉我下一个你想去旅行的地方。去哪？日本还有哪里？德国。德国？嗯。说不定他们会送我一个机票。你又滑脱鞋。哎，不是，万一送我们一个机票怎么办？请您确定
你想去旅行的地方？跟着 baby 去上海旅行。上海，是不是真的能做张机票出来？欢迎来到上海，上海欢迎您，上海是我家，我家欢迎您，欢迎来到上海，欢迎来到我家。加班的你辛苦啦，要记住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没有，我机票呢？我机票呢？真牛，猜到了吧？没想到，对，你这个太专业了，太专业了。你试一个，来一下。我觉得我们要给他们出出难题。我没有那个能力，交给你吧，我自身难保。没事儿，逗他玩儿。就那些，看到没有？这，哦。请喊出模仿我的动作。请模仿我的动作。请模仿我的动作。是你随便摆任意 pose。哦，请模仿我的动作。你咋不切呢，兄弟？跟上。拿这只框，这一个星是吧？哦，这样哦，他在模仿我，他这是真的吗？还是假的？这是 AI 吧？那不是？对啊，智能 AI 这样不对吗？对啊，对啊。请模仿我的动作。对啊，智能 AI 啊。哦。请模仿我的动作。你怎么不模仿我呀？这是真的。有别的道具吗？换一个。好的。我最后一个。为什么？他发现了吗？来。我们一起这样。请模仿我的动作。他是什么？比个手艺，他就这样，是这样子是吧？来，请模仿我的动作。他是真的，他是实时的，他是 AI 还是实时的 ？AI 吧，实时应该是实时的 ，AI 的吧 ？AI 的吗？但是有点真实。别摆了，停。哦，不是我，笑。我累了，太累了，坐下。那歇会儿呗。给你歇会儿了。给你坐一会儿，我给你坐。哦哦，是真的吗？真的吗？是他在跟我们视频吗？他们好像玩嗨了。啊！继续玩。我们也玩的倒是挺快乐的。姐姐有点玩腻了。啊！不是，他要模仿这个吗？姐姐有点玩腻了吗？他说他玩腻了。你们不跟我玩，我走了，拜拜。你可以出来见我们吗？可以啊，你可以到一楼见到我。啊？一楼活动室。他在这里吗？你找我吗？下次不可以这么快就玩腻了。好的好的好的，下次就不玩腻了。来，上班去。好，谢谢。辛苦了，加班辛苦了。谢谢，拜拜。好，我要继续了。还挺好玩的嘛。他们是知道还是不知道？你看的样子像知道还是不知道？我感觉不像知道。对，不知道。应该还是想不到，对的。想不到主要是。嗯，但我刚刚相当的拙劣了，已经。来了。哎，A I 智能
失去的。喊出口令，我要挑战，请哼唱您的歌曲。你想哼唱什么歌曲？我喜欢你，呜呼，爱你，呜呼。对不起，您跑调了，未能识别您的歌曲。我没跑调，就是这么唱的。我好喜欢你，呜呼，爱你，呜呼，你是上天给我的礼物。能识别到吗？不知道。您哼唱的歌曲《林依轮爱情鸟》，呜呼。不是不是不懂。我好喜欢你，呜呼，爱你，呜呼。识别林依轮爱情鸟，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呜呼。沙老师你好可爱啊，你别笑，你别憋着笑。你怎么要这样？哎呀，汗都出来了，眼睛真花了。词语接龙，龙腾四海，海阔天空，空口无凭，平喊出来是吧？平易近人，厉害。人人有责。哎呦，这算成语吗？人人有责，人人有责算，肯定得算。责。五四则三则二则日再战，战无不胜。哎呦，只要四个字都算，它是词语接龙，不是成语。不是，但是这有点太智能了吧？这个五胜胜四三盛情难却。对不起。未能识别您的声音，龙腾四海，从头来了，他又回去了。我没有识别，就说明说你这边不行啊，错了。龙腾四海，龙腾四海，龙腾四海，五四三，海蓝君。接呀、啊！你这对不起，不给其他做广告。你们两位最近加班辛苦了，要多多休息哦。我们在你们一楼，可以下来领奖品。真在一楼吗？五、四、三。哎，我眼睛都瞪着，要流眼泪了，你知道吗？不让动，眼睛不让动。现在的加班时间已经到了，可以随时下班了。不过还要加班，我还有两个小时。拜拜。拜拜。走吧。加班辛苦啦。加班辛苦啦。我们有好几个动作教大家一下。这你都不行？我真的不行。好放松啊。哎呀，你确定这是让员工在放松吗？听说大家有一个课间操的一个什么舞是吧？我们有好几个动作教大家一下。第一个动作就是左边大拇指出，然后跟右边的小拇指同时两边倒，我们试一下。走，一二三四换，五六七八。这你都不行？我真的不行。这很慢呢，是你确定这是让员工在放松吗？我怎么觉得越做越紧张，压力的感觉。你们平时真的做这个吗？真的。缓解我们加班的压力。缓解了吗？你看我们精神多好啊。然后第二个动作呢，是左手捏鼻子，右手捏耳朵，然后换方向，这个应该会简单很多。哎，我耳朵。对呀、啊，捏到脸。是不是？我也是、哎。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同时我们要把踏步加上。还有踏步。
一二三四，对，五六七，二三四五六七八。什么？什么？笑得我眼泪都出来了。第三个动作，左手手掌，然后右手是拳，然后交换。哇，这个我可以，这个提前调的。这个还行。接下来拳出去，掌在胸前。你看，这你就完了。这你就完了，我高兴早了。你看又。哎，等一下，我教你们这个怎么样？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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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OK， 那你们看，这个脚往这边的时候呢，你要低一点点啊，对，要蹲一点。你看，好放松啊！哎呀，是吗？那要不我们去那外面感受一下音乐啊？好，好，还有音乐的、哦、音乐，来心想那个方式啊，每个人做一个动作，就比如这个做完了以后，然后咵一指，然后那边你就接着，你这还得排队形那个，主意不错，行不行、啊？我觉得没毛病。好，来来。拜拜。每天站在高楼上，看着地上的小蚂蚁，他们的头很大，他们的腿很细。虽然他什么都没说，全留给我了是吧？我悄悄地许下愿望，带他去蒙古国。好。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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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谢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平时注意身体，还是要注意休息啊，工作做完，家庭事业都很重要啊。对对，好，加班也好，或者是在为了自己梦想追逐的过程当中，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所以希望今天我们这一次晚上的探班能够给大家带来快乐，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回忆。好，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为何生活总是这样？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不卑不亢，不慌不忙，也许生活应该这样。难道说六十岁后加班辛苦了，辛苦了，谢谢，下班喽。你想做的是这个动作吗？我要模仿你，不是你要模仿我。加班辛苦了。听说上班时间已到了，可以随时下班。有人假借拍卖会之名，要进行一场非法的文物拍卖活动。Go!文物商贩 W 将国宝级文物藏匿在了他私人的宝库当中，需要你们鉴定并筛选出一件真的宝物，还有提示品福利宝箱，一定要找到一件真的。参与节目讨论，多种奔跑的独家私人玩法等你解锁。登录抖音，搜索奔跑，参与话题互动，看精彩。
看清楚。我打出精髓来了。感谢蓝天下官网、中国蓝天杯、首秀乐总部合作搜狐娱乐、新浪客户端、搜狐新闻客户端、搜狐娱乐、百家号、网易新闻客户端、微视、中国新闻网、中国新闻网、中国网、中华网、雅虎、天翼、超高清、Boost Daily、富 TV、维嘉、人人网、易智、高能一辈子、桃红迷白、遇见张小娴、仙女卡卡、克罗伊要出发、金牌经纪人对节目的大赞，关注新浪百家号，太辉煌了，这地方。上 QQ 浏览器搜索中国综艺的天花板，精彩内容。点亮。